何伟，掌柜，啥事儿？大米昨天夜里4点给我发了消息，说你二爷那边这两天可能有行动，估计是要交易了。那米阳说具体时间了吗？ 是这么想的，你跟咱们布控的兄弟说，这两天都给我机灵点，盯紧了。还有跟咱们的兄弟也说说，别回家睡了，都在队里，随时待命。行，那我就安排了。哥，你都来8个月了，大花是怎么还没来呀？ 你跟我不一样，我这犯了事儿了，身上有案子，我走投无路了。那你年轻轻的，你趟着浑水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干什么不行？你送个快递，送个外卖，哪儿不成？你重操旧业，你给人缝缝针、缝缝包、缝缝狗都行吗？哥，你说那些赚钱太慢了，没这个赚钱快。孩子，你就是有病，你就是精神病，知道吧？ 没法说你。我跟你说啊，真到交易那天，啊，有大交易那天，你别老傻乎的往上冲，危险啊！找个假冒进来，往后哨，到时候分钱的时候不少分你，记住没有？哎，记住了，哥。把刀给我放下。聊什么呢？啊，鹏哥。哎。 嘿，怎么着？嗯，这是结婚啊？结婚，跟谁结呀？那怎么穿这么立正啊？一会儿跟我出去办点事儿，啊？嗯，没问题。我跟你说啊，弟弟，我今儿给你从上到下，从内到外这了身行头。哥。 这是见谁呀、啊？这是怎么着？鞋都有啊！别问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啊，换上吧，这是。得嘞。哎，等等，表得摘下来。这是规矩。不是哥，这个表啊，是我老送我。 这是得留个念想。这表啊，有上手段。 石英的吧，这是，不值钱，也不是陀飞轮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等你发了财，你可以给你媳妇儿一笔钱，她可以买10块、100块比这强1000倍的表。是，这算什么呀？走，把你换了吧，啊，就在这儿换吧。 啊，没外人，是吧？得嘞。哎，就放那第一个格就行。好嘞，好嘞，放这儿了啊！哎，这重要的东西都给你放这里了，那些零零碎碎的都在这里呢。打住！千万别跟我说煽情的话，不适合我们俩啊。你呢，就回去把宝宝健健康康的生完。 我跟你说，一卸完货，你给我赶紧回来，听见了吗？你说你不回来，谁开心的时候陪我吃一口，不开心的时候陪我吃一口呀？你放心吧，我生完孩子肯定马上回来。
哎呀，这半年我真是没少吃你做的菜。说实在，你这手艺真可以啊，要不然怎么把我踹得白白胖胖？那是。哎，你这半年做饭都做习惯了，我要是走了，没人吃了，你会不会有点失落呀？有了，有了。哎呀，别瞎想什么呢。有人吃了，有人吃你做的饭了。谁呀？哪个大老板呀？哎，不是，就是那个后勤部的强哥。后勤部的强哥？不是，你之前跟我说我不吃，你就拿给强哥吃。你后来真给他吃啊？嗯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自从吃完我做的饭啊，哎呦，真的是黏得我不要不要的。我都跟他说了，我们俩不合适。你说我原来在市场部，那接触的都是几百万的大老板，你说给我弄这么一原生态的，哎呀，那不怕你说我跟这个这接地气儿的这恋情吧，让我感觉那么像初恋呢？别笑我，哎呀，真好。不是你这事儿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哎，这也没接空，真好。哎呀，这真是我这半年来听到最开心的一件事儿。北京，我觉得我们俩可是正儿八经的不打不相识。在没认识你之前吧，我就觉得这女人得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天天生活光鲜亮丽的，那才有存在感。可是自从我们来了这 BM 超市，觉得每天开开心心的、踏踏实实的工作，日子啊一天一天过，这才叫幸福，这才叫存在感。哎呀，桂枝姐，你终于长大了。讨厌，别跟人家叫姐。我们家强哥都叫我宝宝，还有强哥说了，心有多大，年龄就有多大。哎呦喂，我真受不了了！行了，我你们继续甜蜜吧，我要回家生宝宝了。哎，乖乖的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得当干妈啊 ，Number One 干妈，必须的啊。嗯。哥，跟大米一直有联系，哎，进来。啊，好，我们这儿有情况的话，我立刻向您汇报。好的。好的，好了，米阳的定位中断了，但是在中断之前，米阳发出了紧急信号。人呢？跟丢了吗？没有，咱们布控的人正跟着呢。紧急信号，我估计啊，他们那边有大情况。跟咱们的人说，在保证米阳安全的前提下继续跟着，你去联系一下特警，跟兄弟们说准备开工。行。接你媳妇儿啊？接我媳妇儿干嘛？怎么着？不相信我？兄弟，你别多想了。你说不相信你，带你上这儿来干嘛呀？对吗？咱们干完这一票，带着你媳妇儿，咱们一块儿远走高飞了就。不是，小爷，我跟我媳妇儿这八个月没见着面。什么情况他都不知道，他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，你说不定现在嫁人了呢，对吧？咱做生意去，你带着他不是累赘吗？要我说啊，女人永远是累赘，
可是你别忘了，他身上可有你的种啊，孩子是你的，对吧？女人什么时候不能有？你得把这种留下呀。看，你媳妇儿来了啊。让他上车来吧，小峰，跟他一块儿去，帮帮他。陈医生，队长，他们现在已经把伟晶给挟持了。收到，我一定跟着。队长，我就说大米不是那样人，是吧？哎，杨队，你是不是也知道？啊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先走。周围看看，敏阳，家伙事儿，等等，敏阳，今天咱们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就是鸟玉，这是我替身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是大哥，你别闹，
这么大的事儿，哥跟你闹什么呀？我。这么说啊，今天的交易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可是想起来呢，这些年肥老对咱们他妈的不仁不义，所以我决定把他给做了。这可能就是你们说的杀人越货吧。那个弟妹的事儿。你也别太在意，因为这事儿如果做成了，我估计咱们在国内队也待不下去了。哥哥带你们远走高飞，行吗？咱们有钱呀、啊，你怕什么呀？我枪给。哎呀，我一会儿就不进去了，我得保护着弟妹啊。你陪他进去，把事儿干干净点，利索点，兄弟，啊！那我问一嘴，鸟爷，是我一个人不知道这件事儿的，还是兄弟们都不知道你是鸟爷？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。那我再问一嘴。你说那肥佬知道谁是鸟爷吗？这么多年，肥佬只跟他联系。得嘞，我跟我媳妇说句话。担心我动作快点。约了，妹妹。马上快生了。哦，男孩女孩这是？没测过，不知道。哦，男女都一样，现在反正是。不用担心，你老公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大哥会保护你的，好吗？皇上，
鸟爷。肥狗。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。你这腿是？半年前不小心中风了。但是坐在轮椅上，这不是也挺好的吗？注意身体。来，肥狗。来，兄弟。看来这一战，你也得好好休息了。干完这一战啊，哥哥怎么洗手不干了？对，对对对对，来吧，来呀，来呀。伤了吗？没有。哎呀，站近点，那是我媳妇儿。我就怀疑你，我告诉你，把枪放下，放下，放我老婆出去，我留下给你当人质。我告诉你，今儿我就没打算活着想出去，我准备跟你、你媳妇儿，还有你他妈那没出生的小崽子，咱们四个他们一块儿上天堂。把枪放下。还有一条路可以走，你把我老婆放了，
我留下来给你当人质。你压着我出去，没人会开枪。你有一条活路。你他妈美国大片看多了吧？啊，出门就有飞机接我是吗？你把我当成三岁小孩了？我这辈子犯过多少事儿，什么没见过？别他妈废话，说吧，你们俩谁先死？姚爷，你冷静一点，姚爷。不知道是吗？啊？那我告诉你啊，你媳妇儿先死。我最他妈恨女人了，我先死，我先死，我先死。行，你要是条汉子。好。那我就成全你。我能跟我老婆说两句话吗？说。不行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今天会是这样。当时你就应该嫁给江林，我还傻呵呵的为你跟江林打架，你还劝我，你说米阳，你打的呀？你踹的呀？回手给他一下。我的都干完了，那我先回家过年了。行，你走吧，忙完这点我也回家了。啊，那你辛苦了，新年快乐，新春快乐，明年见，明年见。喂，妈，我还在超市，忙完这点就回去。我知道了，哎，那个家里需不需要我再带点什么回去啊？好，哦对了，米阳怎么样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尽快。哎，挂了，拜拜。我们是不是该吃东西了？嗯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还到钟点了。哎，是是是，我来喂，我来喂，给我，我来我来我，你赶紧看看你公公婆婆核对那儿啊，都干什么？快去忙活忙活，多吃点，哎呀，多吃点，哎呀，行行。哎呀，两位队长，两位大厨，差不多行了吧？哎，好了好了，马上马上，多菜了。那你别添乱了，那个鱼好了，鱼好了，把那鱼带走吧。行，有点稀，这个马上开饭了啊！马上开饭，哎，马上开饭了啊！点赞呢？哎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健康啊！看看
北京，今年过年米阳执行任务回不来，这是队里边同事们的一点心意，给小米阳的压岁钱。哎，别嫌少，这么大一红包，这都是小米阳的爹妈们给的。啊，行，那我就替米阳谢谢各位爸妈了。哎，谢谢。本来呢，他们今天都要跟着。何队怕人多来了添乱，今天就我们俩代表了。主要他们做菜不好吃。那个不，四位老人啊，我得跟你们商量个事儿。哎，不是商量了，反正这事我已经决定了。这个去年大米不是带你们四个去的云南吗？我这今年这年假也出来了，机票也给你们四位老人都定了。咱们今年去三亚。啊，不行不行，使不得，太贵了。没事，尤其过年的时候，机票订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孩子们的心意嘛。咱们谢谢人家。哎，谢谢。来，有什么事儿就打电话啊。好。我们小米阳真是有这么多干大干妈，真是太好了。哎，那个，我先给大家煮饺子去。哎，你先聊着，赶紧老板说一下，老板。他这孩子小啊，哎，生活环境主要。你看我们这儿吧，他没养小动物。对，我怕他种你们那儿啊，他这屋里头啊，这孩子的环境卫生。你最近几天听到威廉叫了？哎，我说老钱，那狗还追着你咬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为了迎接小米羊住到我们家里去，我听了老米的劝，我已经把威廉送人了。你又不为这事儿哭了好几天呢，在家里。是吗？那我就是为了全心全意的带我的小米羊。对对对，不是你。雪下这么大，哟，明儿环卫工人有的忙喽。哎，往年春节没下这么大雪吧？这一次，认真说抱歉。跟你说话呢。穿这么少呢，冷不冷？你不是在执行任务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是不是冷了？快穿上，我任务完成了，马上赶回来，这不给你个惊喜吗？你冷不冷？我还好。我这衣服给你。哎，不用。哎，今年你们家过年包什么馅饺子吗？你家今年包什么馅儿的？哎呀，你西葫芦馅儿的。玉儿给我托点啊。哎，玉儿把你们家饺子偷来给我拿点啊。嗯，我就知道你喜欢这种传统的，我就给你偷。你等会儿。怎么了你？那之前跟你说的事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说什么事儿啊？就是让你当我女朋友的事儿。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我不想做好朋友了，都做二十多年了。姐，我想得到你。你没礼貌。那姐，请问我能得到您吗？哎，你别走。那姐，请问我能得到您吗？
我不跟你说，我走了。你别走，我认真的，你要走，我就是跳下去。不是你能不能别这么冲动啊？我从来都没平静过，你不是同不同意？不是你太危险了，你下来，你干嘛呀？我说我真跳，你同意给痛快话，我同意我跳下去，我就，啊什么？就是同意了呗。那就确定了哈，我也是第一回谈恋爱，也没什么经验。我保证以后我对你好，我是你马仔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我保证就是跟你白头偕老，生一堆孩子。那我保证以后我对你好，我都听你的，我就是你马仔，然后你呼来唤去都可以，咱俩就白头偕老，就生一堆孩子。那行，那行，我回去了，请多担待啊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啊，别走了啊。你等等啊。在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，我们不应该做点什么留下纪念吗？再见。懂，那个。啊，我过去了，你等着。别，咱们不行，大学特别浪漫。不行，我没事，就做点纪念。你等我，站着别动，我来了。我现在过去。那个，要不我们走廊吧？不用，历史时刻，那让我过来了，你别动，别动，站着等我，别动，我过来了。太危险了，没事，来，我来了，给我手，停。开重聚，那么慢的节奏里，一直到音乐响起，穿过人群，走向。走远一点，也没有。